大家好，我们是嘉禾弦乐社，我是社团吉祥物提琴精灵。这部影片将由我来介绍嘉禾弦乐社给你们大家。我们社团从2014年2月成立至今，是经营三年的学艺性质社团。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我们的社员也曾经一起参与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活动，以及许多大大小小的演奏会。去年12月，我们与彰化建国科技大学的维也纳管乐社一同举办过管弦乐音乐会，当时的音乐会主题为电影配乐，其中又以《星际大战》作为音乐会的主题。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欣赏我们嘉禾弦乐社与建国科大管乐社联合演出的《星际大战》片段吧。这些音乐会举办的幕后推手，除了社团干部以外，当然一场音乐会的成功最重要的还有社员的参与，还有我们的社团指导老师方宇老师，一直以来带着我们大家一起朝着目标努力学习，并且总是能够细心有耐心的教导学生，是一位相当具有教学热忱的小提琴老师。接下来播放嘉禾弦乐社社团指导老师想对各位说的话。Hello， 大家好，我是弦乐社的指导老师徐老师。无论你有没有学过音乐或是学过乐器的经验，只要你希望在大学的这四年中能够有一个舞台，或者是能够有一些额外的收获，我们都热情的欢迎你的加入哦。那我们就期待开学相见咯，拜拜。好啦，看完以上的内容，你想要参与一场音乐会的演出吗？你喜欢小提琴或是你喜欢大提琴呢？又或者是你单纯喜欢古典音乐，若是没有音乐底子的同学也不用担心，嘉禾弦乐社欢迎各位同学和我们一起培养对古典乐的兴趣，让我们一起用音乐陶冶我们的心灵，让小提琴演奏的古典音乐萦绕在你的大学生活中吧。